这个大只来，这吼，我来讲贵松松嘛。这个石缸大只石缸啊。你们叫我讲给恁听啊，我全部招六个人给拼死啊，招七个人给拼死啊。你们叫我卖，我你开始清啊，八百、七百、八六，先给钱五百来了。来五百啊！上面吃这好物件，五百块的。五百。有人要吃好的无？这五百一个。这比套餐好吃嘞，人哥。这比套餐好吃，来五百上面吃。来五百啊！有人要吃无？五百块。有人要吃好物件无？五百块。五百。五百。这水无？来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，这够你。这够你。五百个人咩啊？五百个，来五百呀！五百还有人要吃吗？五百，好几咩啊？这两家够了，来五百呀！这两家够了，四个人加到五百来了。过来要吃哦，十个，来五百，我吃十个，这上顶的啊！这两家够了，这家够了，两个，我买个高粱了，来五百。几只过来啊？几只过来？来做啊！来头整一个哟，我一个哟。无啊！我讲我几只只大只哦。谢谢。哪大只？五百块，五百。可以啊。五百哟。几只几只？我一个哟。几只几只？三个啊！三个啊！来。来吧，对了对了。OK 啊。来来来，对。你若摕五百块，食这恁算内行人，反正收袂少。来啊！红色的仙子酒，我从不会再多了，你懂没有？好啦，我来看。哎，大英，阿妈好阿妈，你也开啊？你给阿孙了给个，阿妈给钱去个，反正你给阿孙了给个，你分了，只要给钱分了，阿妈有给钱拢分了，有给了分你了啊，只要给，恁给几块就赔了啊，啊，分了，下骹都有啊，大英，下骹有啊，阿妈个人给钱无？来几双 ？OK， 个人给钱无？阿妈，啥？够了，袂记哩啊，我滴，袂记得，袂记阿姊，阿妈都回馈我一点了。没有钱了，啊？好了，走就走去了。你现在我上方要吃这羊肉，你直接炒炸一吃好不好？你卖了。你若要吃羊肉，我卖来换五百卖四百，这羊肉用炒，先给钱三百来了。我若要吃沙茶菜，好不好？这羊肉我炒一包鱼啊，我这两包炒五百。这两包免五百，卖四百，拢做免先给钱三百，上面吃炒羊肉。来三百啊！这包搁少你三包。我还讲三包无够，我四包，四包无够，我五包。啊，五包无够，我还讲我六包哩。我你五包，我你四包，拢做唔免，你讲先给钱三包。来三百啊！我两要吃沙茶炒羊肉，我三百块。哎，三包，打边来。这样两个人给三百，一包卖五十块两免收，三百块来掏钱。来三包来。这样一个三包我收无啊？哎，三百啊！沙爹炒羊肉，炒啥？炒什么上好食？我还讲炒沙爹，炒啥？差硬菜，上海站三百，我搁一个人过。来三百哟。各位啊，三百。三百搁一个人过，上面啊。三百。林伯，美女，这个真的好吃哦。这个没有羊骚味哦，这个羊肉很嫩哦。我来来，真的真的没骗你哦，四包我包了，来。金龙，哎，最后四包两百块，上面有无啊？来两包。最后四包两包。谢谢。也太老了，好可惜。你哪段上方面这上将的，在那顾拍谁啊？这是牛肉水饺一包，四十粒，唔免三百几啊，有你食牛肉一定爱食啊，两百啦。两百。一包够少你两百哩，两百块上面吃。两百。来两百哦。两个食牛肉水饺，我两百块。过来两个食牛肉水饺。来两百。真好食，你阿叔啊，两百够咩来无？谢谢。两百哦。牛肉水饺够人买来无？够人买袂袂要试食一百包，恁试食好吗？来边啊！来试吃一百，两百要两百啊！有人要一百无？食看卖好食，一百块俩。来一百啊！有没有人要一百块？一百块。一包。一包你包袂？无啊，这个落那个下巴可以下巴。这一百拢有啊？不会食哦，真好食哦。来，小龙虾包五十粒的，三百五百，拢唔免啦，两百块真香啊，上有名，两百块了，
看到，唔免两百，百号了。来，百号了。看百号两面写哦，百号。一百五。看包百号。啊，够话了，无啊，你拢记起啊？你要偌济？四百啊。来，够话要交四百了。来，四百啊。够话够两面了无？再剩三百，要交两百嘛？无要紧，有两面两百的无？百号的无？有两面一百的无？到了你另外一个五哦，个人要一百，那个逛完 OD 吧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哦，来试试，感谢你，来叫你收钱，你去搞我过一下发一次，你啊取票给来就好了，过一会就好了，好，忙你了，啊这上面啊是总共几啊，快点过一下发呀，来这个先知卷啊，要吃卖沙包皮啊无啊，来要吃来一百块了，两个，对啊。三四个无啊，无啊，免收啊，无啊，赶紧去包了好啊。这个花心万变质啊。无会啦，你遐都包我包个，几条拢赶快来都包我包啊。你现场四个人给搞买了，我介绍一个上好食、上好食的，四个价钱、新价钱的人给一百了。来一包。四个啊，我无你不做卖一百块，我卖一千块，我四个一百。两个。两个，最后一个，你免问啥物，绝对保证。我三个，你一个。这价钱卖贵哦。上好食的一包。一包是我无你卖一百块，你拢在上做啊？好，你好，等下去等我先。哦，最后两个金价就一百块，台式前出机我拢卖两包皮啊，我几包拢卖，来最后两个两百块，上尾啊，真正互你爽啊，两百块，无想要客动的，互你欢喜的，一食着你绝对饿落的，两百块。上价钱还袂便宜啊，有啊，这包起司猪排我甲你卖完，甲我八十个拢无完，剩一包，我咪炸一包，迄个买两包皮啊。这里有火腿跟起司，一袋六十，十袋六百，卖六百，卖五百，四百，新价钱的三百，你买不一袋三十块，两百了。两百。有人要吃起司猪排无？两百块。最后一包哦。有人要吃起司猪排无？两百。拢有啊，吼，都有的哦。来，个人要吃冰烤地瓜，这免煮啊，这退冰来当吃啊。退冰就可以吃哦，三百块以下，我买两百，你买不一公斤的。带迄个水拿。五十七号来做，百号楼。来两起，三起。百号楼。你遐大也是啊。我系我二姨啊。多谢啊，百号块能要吃来无？还少。应该你唔捌食过超好食咸食啦。我讲真心的啦，百号块要来无？来两百去包两。最后两个人给百号块。退冰来上吃，够好吃好吃。啊，这里面面是买食百来无？最好吃啊，百号块要来无？行。过来，来，谢谢宝哥，好，谢谢啊，对我拢无啊哈，感谢你哈，那你五十块呢？来，阿姐我嘛吃过无卖啊，这叫鸡薯条，你们吃卖三百几啊？用鸡肉做的薯条，捌吃过无？我来讲五个人给老妹新价钱三百五百变一百了，来一百哦，鸡薯条，气炸锅真的这种盖好吃，这别个拢大个都搞。八块两，来一百啊！最后两个一百块没有了，一包鸡薯条，好，别让我炸物，来嘛，别让我炸物，第十一餐还有三节式鱼球哦，三节式第一样，来，九百钱一样，谢谢。那个像，那个叫啥？一百块。来啊！大锅。来啊！大锅。麦头啊！不好吃，麦头头。进来啊！这样说，第一类要一百下。你第一类啊，一百块，应该大锅。来一这包是爆汁馅饼，这里面有三十个，当然用煎的就很好吃。你若要吃卖三百块，要吃爆汁馅饼，干煎最好吃，新价钱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来来来，要馅饼嘛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啊！要两包给你送啊！爆汁馅饼，两包要一百。来一包，来边一个哟。快两包要馅饼。来一百啊！馅饼够两包要一百。
最后两包阁是100块。来摆啊！最后这两包100块。来，来。最后一包100块。来一包啊！来摆啊！我拜托了，最后一包阁在遐干啥？我拜托，第一个买啥？你第一个吗？这包阁50块。上第一个，54块。这包产地台湾轰炸三件事，你把花给谁要吃大鱼哦？一斤带80块，一斤带50，十斤带500，唔免500，三个人给。你要吃这个给谁要吃？老几钱了？400、300块拢够买了嘛？要吃300，上面吃。来300啊！有人要吃迄个轰炸三件事无？300块。300。我来讲啊，十斤啊，一斤卖你30块了，唔免300。来鱼啊，往上面吃，250。来250。200块了啦，200。这边给谁要吃大鱼？200。200块，轰炸三件事200块，一支剩20块台湾的，三个新价钱的新人，200你若买着一支这大支的，加起来20块的底钱，来新价钱的人加100块落，来100块，我分落啊，卖哦，两个啊，100块落，你后边我包了，来，几个你后边边个，你无包黄金，他退个，最后这个100块。来八个，我若是把这个价钱十大支卖到剩一支15，我算做含万啦。好行啊！对不对啦？我算做含万的。一包一包小包。来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包。来，我这个包啊。包好啊，青菜好肥多。来350张。这老婆。